我是小六，今天呢，天寒地冻啊，咱们弄一个羊肉火锅，先把这个羊肉呢给焯一下水。放点呢姜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等等，去腥去骚啊。准备出锅了，今天的佐料呢都有这种八角啊、桂皮啊、香叶啊、草果啊等等，甘草、陈皮都有啊。起锅烧油，然后把姜放进去爆一下，香叶也放进去，看一下，上面的血沫给它捞开，加一点胡椒粉，卖两个辣椒，慢慢炖吧，放羊血，直接倒进来就行了，有水没事。好香啊，好香，想要喝汤的过来了，我来开动了。嗯，刚刚好。对。来，忙，过来一起不？过来吃羊肉啊！天是冷了。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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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。